今天我来试一下这个近期是网上都很红的 New Face Pro Dern Flat 无线隔空埋线术的套装。它一盒里面有5色的，公价折了之前是898元。它里面呢就每一 set 呢就有两支嘢嘅，一支呢就是这个它就叫做特制的线球啦，又叫手术线啦。咁呢另外一支呢叫太溶液，太呢就是月字边一个太阳，个太溶是美容的溶啦。咁太溶液咁它用的时候呢就是要两支捞埋嚟然之后用的。嗱，呢支就是呢嗰支太溶液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手術線啦，你見到咧裡面咧好似一個棉花咁樣嘅，咁啦，咁兩支撈埋嚟用嘅，咁店主其實就同我講咧，就唔使一定一次過用曬嘅，撈埋咗之後咧就可以當精華咁咧，局部邊度想收緊咧就每日搽。咁當然呢啲撈埋嚟用嘅嘢咧，你就唔可以話擺得太耐啦，溝咗之後要盡快用咗佢啦。嗱，咁我而家就將嗰個太溶液咧就倒落去嗰個線球嗰度啦。咁倒完之後咧，就擺佢3至4分鐘，等嗰個毛毛波波咧就溶曬，完全溶曬喺個太溶液入邊咧，就先可以搽嘅。咁樣咯，咁由於我第一次試用啦，我梗係激啲啦，跟足嗰個說明書上使用，我就首先重點查咗我想收緊嘅位置之後咧，我就會全面查當 mask 咁用啦。咁但係咧呢個咧就千萬不能貪心啊！你唔可以話敷得太耐嘅，因為係會好乾好乾嘅咁樣咯。嗱，咁而家咧我就餓暈佢啦，其實佢都溶得幾快下嘅。好啦，咁咧，我哋咧又好快就過咗幾分鐘啦，可以打開嚟用啦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佢倒出嚟個質地係其實同普通嗰啲 serum 差唔多啦，係少少結身咁樣嘅。嗱，咁我而家咧重點就搽上我塊面啦。嗱，首先撒喺隻手度俾大家睇下先，其實就唔算好厚身。咁我而家咧就重點搽喺我塊面，咁其實我咧呢個苦紋咧本身都好深嘅，咁不過咧講時講我就由於經常去做 treatment 啦，咁所以咧呢啲護膚品咧用上我塊面度咧嗰個效果咧係未必咁明顯嘅，咁都唔緊要。我而家首先咧就搽咗喺我重點想收緊嘅地方，譬如苦紋啊、draw line 啊嗰啲位置啦。咁搽完咧，因為可能我搽得少啊，我單手咧，咁之後其實個感覺就唔係太大分別，但係自己係感覺塊面係緊咗咯，有啲嘢張住咁樣咯。咁我而家就全面搽一次啦。咁全面搽完一次咧，等咗我諗15分鐘到啦，咁我就洗咗佢啦。咁咧其實睇唔到好大明顯的分別，但是我的感覺呢就真的是 firm 了很多。呢由於是太乾的關係，我會用之前網友介紹我用這個 Protop 這個精華呢，然後呢就做一次導入這樣啦。咁咧，我做完導入之後咧，再搽一次精華咧，其實感覺到塊面咧一直都係好 firm 嘅。呢個係半個鐘頭之後影嘅相咧，見到個苦紋好明顯係減淡咗。咁由於佢一路張住啦，我就會覺得係其實佢一路仲發揮緊作用咯，咁樣咯。咁至於貴唔貴，即係有效，我就覺得一定有效嘅。咁至於有冇需要，就大家就考慮一下啦。女人唔可以懶㗎。